如何让男人离不开你，我给你支几招。爱情是心理，而不是一个人的倔强坚持。都说恋爱中的女人像个傻子一样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所以女生在爱情的一开始就不要拿出所有，爱的热情慢慢增加。其实爱情里，你付出了真心，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又何惧谁离开呢？因为总有人知道你的好，不是吗？做个他离不开你的女人，做个让男人晕头转向的女人。女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结果常常是这种女人最终能如愿以偿地取悦男人的心。如何让男人离不开你，不是一味讨好委曲求全，也不是控制欲爆棚限制他的自由。聪明的女人都会怎么套路他，这就来传授给你。第一点，因为男生都会有新鲜感褪去的时候，保持新鲜感，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好给他。第二，保持距离，保持独立。第三，离开男生的女生记得要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趣，做一个有趣的人，这样你才会吸引别人，你的生活才会充满欢笑。第四点，每一段感情都需要自己去认真经营，不存在无缘无故的好，所以爱情里需要我们双方彼此尊重与宽容。第五点，做好自己，不要因为拥有了爱情好像就拥有了整个世界，记得给自己充电。